废柴宅男一枚，乱点小广告误入魔界，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魔君。童子功没有，童子行侠。他资深社畜一只，公司打盹，穿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将军。被这脑残魔君折磨，我这死去的社畜之魂仿佛要觉醒了。当废物宅男遇上苦逼社畜，魔君魔将双双掉马。好戏还没开始呢，支棱起来吧，穿越人。